你好，我是徐建伟。法拉盛开了一间新的餐馆，在罗斯福友联街夹板街，以前的兰桂坊旧址，叫御香园，是14238罗斯福的。一入去就招呼坐低啦，不过等成15分钟才有人落单。佢有28款嘅特价午餐，由9.99至到13.99嘅。另外有啲新张特价菜，13.99、15.99，叫咗个咸鱼鸡粒茄子煲。这个都挺掂下的，未拎到埋你都闻到啲香味。不过就等咗半粒钟，餸就嚟咗啦。不过等10分钟，饭同汤先嚟。午餐啊，送白饭例汤，咸鱼鸡粒茄子就食完啦。不再等多半个钟头先嚟第二碟餸。呢、这个梅菜扣肉就麻麻啦，碟嘢唔够热，唔知咪整完出嚟半个钟头先拎出嚟俾我。主厨推荐。有招牌水晶鸭、红酒牛肋骨啊、红烧乳鸽啊咁样，金枪蛋炒饭20，椒盐白饭鱼15，干炒牛河啊16，豉油黄炒面啊17，主要都系粤菜嘅，有少少四川菜啦、啊，回锅肉啊、麻婆豆腐啊、水煮牛啊、水煮鱼啊咁样，有碟头饭嘅9碟，有牛肉啦、啊，芦笋豉的球啊31。豬肉有生炒骨17，大腸就19，有湯海王羹26，雞有個招牌水晶雞半隻19.99，煲仔菜20多碟，羊肉平均34到，豆腐蔬菜嘅就有通心菜19，XO 醬炒星瓜20，上湯豆苗24。霸王南瓜24，桃蝦27，魚香小炒黃36，XO 醬螺片桂花蚌46啊。價錢普通啦，味道啊一般一般，係服務差啲啫。啲夥計啊生手，拎碟餸行來行去都唔知送去邊。新開張好難講啊。今日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記得幫我訂閱、按讚啦，拜拜。